小区居民请注意，抗原检测马上做，抗原检测马上做。上午十点。中午十二点。市民朋友们，市民朋友们，疫情防控期间，非必要不出门、不串门，不要聚集哦。口罩戴戴好，好几步第三件套，隔离五台药。Thank you。下午一点。下午四点，所有志愿者立刻下楼搬运物资，立刻下楼搬运物资。下午六点，不聚集，不聚集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不出户，注意防护，不聚集，不聚集，赶快回家，赶快回家。晚上七点。晚上九点，居民们注意了，居民们注意了，明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抗原检测，明天早上五点半到六点抗原检测，请大家早做准备，早做准备。被喇叭轰炸的。